王家天微臣，我父今到领功，我母舍死太君，所生我弟兄其难，俱受绝辱，只因十五年前杀贪腐昏，只杀得杨家四散奔逃，本宫本亲多蒙太后护战，颁奖公之匹配，召为东床驸马。昨日萧范报道，萧天佐在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大阵，宋王御驾亲征，陆地挂帅，老母爷俩来到雁门关口，有心过迎，见我一面，怎奈关口阻拦，插翅难避，思想起来毫不伤胆，人也
Oh,
了，请坐。驸马，请坐。Thank you.
头一猜，这头一猜，八成就叫咱家给猜着了。猜错了。又怎么猜错了呢？想太后那一国之主，万事无忧，将我怠慢，总有怠慢，还敢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啊？是啊，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，这女婿也有半子之劳，别说没有什么怠慢的地方，就是有些个怠慢，还敢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吗？这么一说，不是的。不是的。哦，是了。什么人若少欢不是的。是啊，想你我夫妻相亲相爱一时无载，怎么能说是冷落二字呢？怎么一说又不是的。不是的。
岂是本宫去的所在呀？是啊，像那青楼楚馆，怎么比得了咱们这皇宫内院呢？再者说，那个地方也不是驸马爷您刻的呀。这么一说，又不是的。不是的。本宫乃北秦之人，多蒙太后护战，翻将公之匹配，是什么把我琵琶临湘别弹，你说此话岂不愧上、本宫啊你瞧啊，
人与本宫所知也是枉然。只要你对咱家说明大小的，我替你拿个主意就是了。公主啊，真是巧嘞，我们番邦女子啊，就是不会起誓。番邦女子连誓都不会抿吗？哪像你们呀，拿着起誓当着白玩儿，我可不会。待本宫教导于你。好，你教给我。跪在臣眼。口称皇天在上，番邦女子在下，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，我若走漏消息半点，到后来偏把我增长增短。就是这个，我会了，你听着。口称皇天在上，三帮女子在下，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，我若走漏消息半点，到后来天把我怎么长，地把我怎么短。哎，驸马，到底是怎么长怎么短呢？要你的忠心对天一表啊。你走开这儿吧，你当我真不会起誓吗？阿哥，您的抱着，带大家起誓啊！
讲话怎么在阿伯身上大叫，是何道理啊？你说你的，还拦得着我儿子他不撒尿吗？公主啊，说好话。
Thank you.
山岩山宝，出门前方是龙船花腰间，两身带水带风门灯，灯灯灯灯好了光明山岩关，好分两关。
有公干，可有令箭吗？斩定了，拿出来瞧。将我斩！
Thank you.
you
为娘先从何来？我师哥回来了。啊，我师哥回来了。是我帮你守在宴会，师哥回来了。什么？我那宴会鸟儿回来了。现在何时？快快换上进来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不回转，可怜你那心腹子儿竟要受那一担之苦。望母亲开恩放寒人。把心敞开，往回翻翻我去这样。
不住了。Thank you.
两口哭得怪可怜的，你还开心的见个人情去吧。那是的吧。哎，我告诉你说，老太后喜欢的是咱们这长相的。好，试试看。太后外甥小哥俩的给您磕头吧。二位国舅上殿何事啊？坐马犯罪，理当斩首。现在我们哥俩鞍前马后，有这么点小功啊，不可一赦，不可一斩。二位国舅，敢是与驸马讲情吗？我不敢，太后开恩。我先问问你们，当初驸马出关是你们谁放的？放的。如今回来又是谁给擒着的呢？是我。是我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行。哎呀，你这个那么说呀，你要是舍不了小的，可救不了老的啊。哎，这话可又说回来了，你这会儿舍了小的救了老的，往后小姑母俩心眼里一活动，那要多少小的没有啊。行了，还是舍了吧。这么一说，舍了舍了吧。舍了。
使的。Thank you.
可救不了你了。